Hello，线上的家人们好，今天慧珍又来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古早味的椰浆糕哦。所需要用的这个是椰浆 800cc， 是一半水一半浓椰浆的。我用的是新鲜的椰浆，如果你们没有呢，就是用包装的也是可以的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低筋面粉800克，还有这个是椰糖600克，还有这个是苏打粉14克，这个是盐3克，还有3粒的蛋黄。如果你们家没有那么多的蛋黄，用全蛋2个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操作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先切这个椰糖，等一下要加这个椰浆进去煮的。因为这个椰汤里面有很多杂质，所以我们要煮融化它，再去过滤，这样子就清洁了，不会有杂质在里面喽。把它放在这里，搞定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煮了，把这个全部的椰浆倒进来，不要害怕。然后这个椰浆经过煮了之后呢，让这个糕哈保存期会更长一点，然后会比较香。再将这个盐也倒进来喽。你开火，你看，哎呦，不开火怎么滚呢？哈，慢慢的搅哈，搅它这个糖融化还是滚了之后就可以熄火了。我们这个椰汤跟这个椰浆已经滚了哈。然后没有颗粒了哦，现在可以熄火了，快点，要不它会冒出来。把它拿走，让它晾凉，我们就可以做了。现在我们要来过滤了，里面有好多的杂质哈。为了要快点让它冷了，我就来用了一盆冷水来把它这个放在这边浸，炖这个冷水，然后一直搅。还是你要把它放在这里，要去忙别的事情也可以去忙，这样子就比较快了。这个椰浆已经冷了哦，我把它倒在这边，有点温温没关系。那么现在我们来搅这个粉的，我们要分三次加进去哦。这个椰浆，哎呦，好香哦，太香了。这个也是我从小都喜欢吃的这个椰浆糕，就不动了，再来，都不知道用这个蛋错啊，对还是不对？你看你，好难啊！这样子哦，如果是勉强，就是硬要把它这样搅哦，怕我这个蛋就坏掉。那么再来，还有这个椰浆没关系。如果你全部都是面粉的，就是这个样子咯。最终它可以让我搅得动了。很开心，每天都有健康的身体，一早起床感觉身体很好，心情也好，那就是美好的一天开始咯。再有不如意的事情哦，睡一觉就没事了，睡一觉哦，什么都是新的，太阳是新的，太阳新的一天，心情是新的，所以很好。如果一切都是新的就好了，好的东西就是好像这个蛋就是新的，很好用。这个碗哦是新的，很光亮，很好看。你用美好的心情去做糕点哦，一定会很好吃，也会很成功的。等一下哦，成品出来哦，让你会更开心哦。现在还是很重的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剩下一点点，等一下哦，不要太多的水。如果有太多的水，有很多的颗粒呢，你就好像在大海里捕鱼，很难搅匀了哦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将这个蛋黄加进来，再把它搅均匀之后，再倒剩下的椰浆哦。
现在这个坑已经搅匀了，我们可以将全部的也降到进来了。倒完它，再把它搅均匀就可以了。这个粉已经搅均匀了哈，我们现在要加这个小苏打进来了哈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倒一点点水搅匀它，再倒进去，再把它搅均匀，我们就可以拿去蒸喽。现在我们要来把它装在这个小杯子里面了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它不够满，它也扒不起来。现在我已经烧开了一锅水，要拿去蒸了，把它排放进去。水已经烧开了，我们要来蒸的哈、哦。用大火蒸15分钟，盖上这个锅盖，不可以打开锅盖哦。时间到了，15分钟了，你看了，有好漂亮哦，我们这个盖。好美哦！现在我们要熄火了，熄火。现在全部把它放在这个大锅里蒸，时间也是一样的，15分钟开大火。我们熄火了，打开锅盖看一下。哎呦，好美，好美哦！你们喜欢吗？你看，好美，好漂亮哈、哦！要把它。我们这个糕已经冷了哦，可以把它装进这个袋子里面哦。这个。它的这个袋子呢是12公分乘12公分的，去蛋糕材料店买就有了。然后呢有这一张纸，然后我们把它撕掉，然后可以这样子粘住的。好美好精致哈、哦、这样子哦，把它包装起来哦，然后防止风干，过了明天还可以吃，还是很香的，因为这个椰浆有煮过，还是要拿去送给亲戚朋友，还是我们的朋友向我们订购哈，这样子就可以拿去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出货了，美美的。今天我们的椰浆糕已经做好了，全部哦，一组有35个，个个都那么漂亮，好像花哦。现在我们要来见证一下里面的组织，很香，真的很好吃，又是家乡的味道，从小吃到大的，不曾拒绝的，非常的好吃。来。看看，里面的组织很绵密，很松软哦。你们要吃吗？要吃自己去做。现在喂你一口，我吃啦。它不是很甜，因为我们这个椰糖是不是很甜的？如果是砂糖比较甜哦，这个甜度是刚刚好的。如果再减就没有甜的哦，但是每个国家的这个椰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自行调整哈、哦。我相信哦，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已经学会了，对吗？很简单，就是很简单，然后只是用那个小苏打，没有用泡打粉的，也不需要用酵母的，把它搅一搅，拿去蒸，就变成那么好吃的糕点哦。像这样的糕点哦，适合老人、小孩，还有聚会啊，请我们的朋友吃啊。都是很适合的哈，自己做的东西没有添加剂，然后让家人吃得很安心，也很开心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拜拜。我的心需要一个幸福的家，不是在外面的城堡的户外风化，不要花言巧语的情话，不要逢场作戏的法。